让心中的光变得黯淡，飞过湖泊与高山。那些正炙热的人啊，就肆意的追逐吧，有你目送就不算落单。天空那条冰冷的银河，粼粼的波光够不够暖和你？当你想起那道源自于我的光芒，我依然愿意为你来歌唱。天赐的声音三终于回归，人间百灵鸟周深惊喜加盟，歌迷大胆猜测收视率稳了，或许又能成为封神的音综。首期节目中，周深细腻演唱《克卜勒》，唯美音色仿佛穿越星际，闭眼聆听藏在孤星中的光明，温暖又治愈。胡海泉不由自主的嘴角上扬，胡彦斌鸡皮疙瘩掉一地，盖自嘲听傻了。听周深唱歌我傻了，谢谢 我真的傻了，我整个人傻了。然后康姆太可怕了，哎呀我的妈呀，我太毛都竖起来了。质量 相等，然后互相旋转，然后吸引着所有我们这些人被你们的这个。刚才这首歌是属于天赐舞台上的顶级的开普勒定律。对对对，谢谢谢谢。康姆士乐队是年轻人非常喜欢的新生代组合，主唱李永柱的沙哑烟嗓极具个人特色，胡彦斌、盖都翻唱过他们的作品。康姆士搭档101美女陈意涵，一曲《后来》唱出了不一样的感觉，乐评人爆笑点评，像极了千金校花跟穷小子的爱情故事。周深毫不犹豫抢人，自称非常羡慕康姆士乐队成员之间的那种信任感。其实周深希望给小众音乐人创造更多的机会，毕竟自己淋过雨，更懂得为别人遮风挡雨。不过周深的空灵高音，普通歌手根本无法适应，更何况是低音歌手，一个高音区在天上，一个低音区在地面，合作难度超乎想象，乐评人也有点担心。永远相信周百搭的实力，最强辅助成不欺我，无论跟谁合作，周深都有办法呈现最完美的舞台。 Live 王子不服不行。那道源自于我的光芒，我依然一闪亮晶晶，好像你的身体的那个气声，我可以说真的是我们华语界里面居然是让我能听到那种自带压缩的，大家能听到空灵感和太空感，那个是需要气声来顶的，那个对气息的要求非常的这么舒服，所以就这个歌牛就牛在各有各的亮点。谢谢。周深开嗓即天籁，细腻演唱《克卜勒》，低声浅唱温暖又治愈，胡海泉瞬间被暖到了，不由自主嘴角上扬。人间百灵鸟名不虚传，声音就像有魔力一样。为了让康姆士更耀眼，周深全程帮忙电音，和声部分好听又丰富，闭眼聆听天籁之声，就连空气也突然变得更纯净了。间奏部分周深阿卡贝拉渲染气氛，唯美音色仿佛穿越星际，盖自嘲听傻了可还行。高潮部分周深核能高音直击天灵盖，胡彦斌鸡皮疙瘩掉一地，盖又一次被彻底征服，战术性后仰戳中笑点。结尾部分周深英文版本一闪一闪亮晶晶，简直就是耳机党的福利。云开雾散，天光乍泄，流星划过，漫天的璀璨繁星足以让人舍不得入睡。盖的点评很有画面感，我在徜徉天空，身体漂浮在宇宙中，突然看见了天使在唱歌，那位天使就是周深。胡海泉开启学霸点评模式，质量相等的行星互相旋转，音乐的力量吸引着我们。胡海泉盛赞周深是顶级开普勒定律，虽然有点玄乎，好像又不过分。可以肯定的是，周深的音色就是天赐的声音，难怪那些怼天怼地的乐评人全部都是赞美之词。